一直把他渡到成就，有这种愿力，两界众生都能证到大菩提。这个意思啊，显示菩萨发精进心的时候，要起个勇猛无尽的心，怎能升起啊？咱们前头告诉我们了，不要在世上钻牛角尖儿，钻牛角尖儿，牛角的那个尖儿啊，钻不出去的，越往里头钻越尖儿，钻不出去了，堵死了。你怎么理解啊？在十行品前头，咱们讲的梵行品，这个是他的梵行品，正过那个境界来的行的一个时候。梵行品怎么讲的？身、身业、语、语业、意、意业、佛法僧戒这十种，证得他的理性，证得他的空业。咱们所说这个都是四相，语言相，形容这个实际的四相，在清净自然心、菩萨心、众生心。清净无为的了，这样他没有辛苦了。咱们如果是你一天的正念不失，经常关照，咱们最初跟大家讲《华严经》的时候，你必须得有这种观念呐、你学这种法，也能够观念能够进入。那你心量必须得大，心等虚空，量周杀界。你那个心量啊，像虚空，像杀界似的。直到诸法，一切诸法这么多，无自性，法空，无我，法性自然入世。令一切众生融脱诸苦。一切众生他的体性不苦，现象，现象是幻化，幻化无实，无实的入梦入露入电，你面面的观，这样子你才能够境界。这是理上，理能成事。每度都入世，咱讲忍辱波罗蜜也入世，耐乃好也，耐恼害忍，忍也入世，精进也入世。达到什么呢？用我的力量。以我之力，以我力故，令一切众生融脱诸苦。你要不证得空业，不证得空业，在有相上去分别，去嫉妒，那你度不了众生啊。因为你自己还没解脱嘛，你怎么能去度众生呢？因为你必须得从那个实信位，现在进入实住，实住完了就经过修炼，就自己修行，得到空性，现在空性，以后逐渐的行菩萨道，这样来的。不是现在，如果我们发大菩提心，要行大慈大悲，
那得先得发菩提心，发了菩提心，随顺菩提心而能行菩萨行，这样才能做到。发了大菩提心，完了你就成就了，住在大菩提心上，出住的时候就是住在大菩提心上，住什么？无住，住即无住。出住的菩萨，他信心成就了，信心满心了，那个满心那个信心，相信自己跟诸佛无二无别，所以他能四现成佛，四现度众生。在这种的基础上，完了时候，完了要证得空现，不论净法言法，要证得他的理相，证得他的体，依理起行，行菩萨道，修这十行法，行这十度，有十波罗蜜法，这有这么个次序的。对，所以当你那个现在我们发心的时候，我做不到，但是我们发心愿做到，愿能主导你的行，愿行嘛，行就能得到。说这个是一层一层的难，说每一位菩萨发了菩提心，他发心的时候，他带一切众生受苦，他怎么能够相带呀？你带不了。闻到这些苦难，自己能够相待，什么待得了？同体性故，那众生跟我一体，所以这样的待。所以他听见他的大悲心，越听的难度他能度，越是无尽他越生欢庆心，无量劫不生退回，不生懈怠。那下文讲的定啊，这叫正念，没有一念丧失的，一念丧失了，那一念就是不明了，就是无明了，没有一念悔过，悔的退回的。他把这些事啊当成我得到大利益了，有这么些众生我都，他说平等的通达的，因为他已经证得深功德，这叫难行能行。这是精进是要做的，前头那是忍辱，难忍能忍，把一些众生脱苦。那以下呢，令众生得难乐。像菩萨他利益众生说，他随顺众生，四现无量身，此生彼生啊，此灭彼灭啊，众生生他生，众生灭他也灭。因此这个含义他不退心，不会退心的，不会悔的，不悔。咱们都说浅近一点，比起这个精进心，咱们诸位道友不准啊，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四种弟子，这得信佛过程当中，来出家学道当中，修道当中，你自己回顾一下，你有没有悔？在出家遇到困难了，或者缘不随意了，有些障碍了，你悔不悔？悔呢，你含义呢，
我干什么要出家？我那时候不是很好吗？这叫悔，有这么一个念头，动这么一念就悔了，这叫悔。我说遇到挫折了，什么挫折？你的自见跟人家自见不合，到了时候，这还说是不是说不办道的？他确实一心办道，他办道，他想法，他要办道这个场所到这个庙里不合，到那个庙里不合，到了最后是大庙不收，小庙不留，这悔不悔？哎，有一个师傅就跟我这讲，他说：“师傅，我要说和尚的话，出家的话，我是个好和尚。”我说那不行，好和尚得随顺坏和尚，你再跟坏和尚共住啊？你说你好，你好，人家不跟你共住啊？你到处吹毛求疵的，看人家这个不如法了，那个不如法了，就是你如法，你如法，人家不跟你住，你自己去住去吧。你说这困难了，就毁了，还不说大的了，深入的了。有点稍微一挫折，咱不说那霸道还俗，不是那个意思，他道心退回了。他说：“你看我正修行，我正好，佛菩萨都不加持我。”他不在自己身上求，他去向佛菩萨怪罪，怪罪佛菩萨。你说这个有道理吗？说出来谁都明白，到时候谁都糊涂。到时候就不明白了，烦恼来了，他不明白了。不要说发这么深的大愿，这么的苦恨，稍微有点挫折，说生活不习惯了，或者道友之间不和了，或者你干得很对，嗨，那寺庙的负责人呢，栽培你，那个不对的，哎，人家还。他得到表扬，你说你气不气啊？你烦恼不烦恼啊？说现实生活当中，这些个都不是我们的境界，我们把这比我们现前的境界，不是那么想象的呀，也不是像我们这个最初我要剃个脑壳就是菩萨了，剃个脑壳就是阿罗汉了，哪有那么容易的呀？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你这多大的挫折，你本来发心求道，特别是你学了法了之后，说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就是觉啊，像我刚才说这个，你说第二念第三念是不觉了，糊涂了。要你度众生，你不但没度众生，啊，众生把你度了。我昨天看了一句话，台湾的，他说让你去捉鬼，你让鬼把你捉了，我看那话，我都想到这个道理了，我这倒很有意思，让你去捉鬼，你让鬼捉了，让你去修道，你霸道了，这个霸道不是那个霸啊。退到了，是越是那个深处的法，法说的很真，你入进不进去的时候，你回来，你从那个最浅处的入，你拿你的心来比那件事儿。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。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，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，33载弘法兴志未曾稍歇，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，享受103岁。感恩梦参老和尚
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、培育优秀僧才、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。20多年来，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，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，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，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。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，让大众接触佛法，明白因果业报观念，才能断恶修善，改善命运。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，学习佛法，才能离苦得乐。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。为了护持佛法永续，利益更多众生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，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，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，润泽群生。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，50444468，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，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，电话03989-9319，03989-9319，传真03989-8787，03989-8787。地藏菩萨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一亿倍，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传授八关斋戒暨大悲忏法会，恭请慧泰法师、广护法师共同主法，日期7月19日星期二，时间8:30开始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，电话03989-9319，03989-9319，03989-8686，03989-8686。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福恩。疫情期间参与共修，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陈征义工，洽询电话04923159999，04923159999，地点南投县草屯镇振兴街70号。我想我们在座的道友没有一位不会背心经的，都会背心经。心经第一个字叫我们修观，观的就是你想，想的就是你思维修。想什么呢？怎么样想呢？想一些诸法根本不存在的了，根本不存在的，是空的，空的是假的，假的是不实在的。我们天天练起心经，我想大家修观的很少，因为你不修观，你就不能解脱，你就有束缚。等你没，你到一修观的时候，哦，你感觉我心地上什么都没有了，不存在了，从心上就解脱了。修修观，观一些世间上是假的、不存在的，有什么的人呐、啊，顶多活到100岁呀、啊，再活多一点也是呢，毕竟要死亡的。每个人都懂得这个道理，特别佛教子弟都在这里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贪恋呢？这也舍不得，那也放不下，
为什么？你看不破呀，看不破就因为把这事都当真的，你看不破嘛，你就放不下呀，放不下你就不自在。这个就是执着，执着了不自在，你放下就自在，你不肯放下，说你不自在，说你的惯就没修好，你经常惯你的思维，哪样真实的？哪一样真实？你读心经说这观自在，因为什么呢？观自在的菩萨他是修行照见五蕴皆空的，咱们看在我们心经上叫观自在，到自修，到你法华经上的观世音菩萨品，那就是利他了，这就是自利利他。你自己修的时候就看一切不存在的是假的，就是咱们这个身体组合是色受想行识五蕴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就是他观的时候，这个观就叫观自，这个智慧照到那个景啊，所有外边景就像啊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，都是假的啊，都不存在的。在佛教修观，观就你思维修，都叫观，你向里头观，别向外头观，别看人家的毛病，那睁开眼看，哎，这个人造业，那人吃鱼了，哎呀，下地狱啊！你要还命债，你可就麻烦了。人家骂我一句，我说对我不起，你看破一点，假的。人家骂你，对你有帮助；人家对你赞叹、恭敬你，对你没帮助啊。你要认识啊，那才真正害你呢。因为你要遮住日观，把这一切是是非非的你能放得下看得破，你就自在了。这样子你要修行啊，学观世音菩萨，学观自在菩萨，你就能得自在。要住入世来观人生，你先从自己做起。所以心经上观自菩萨照见五蕴空，照是什么意思？大家知道吗？他自己没分别，就像灯啊，这电灯开的，照着嘛。灯有分别吗？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物质的，它没分别的。我们的心如果能够这样子来用心，不起分别意，只用智慧照，这个照是智慧。有智慧的才能知道他这个身体组合成分是色受想行识，说它组成成分，那你把它分析起来，色是有形有相的东西，一定要消灭的，这是色法；受想行识，这是心法，这就我们平常说的色心二法。色是空的，我们用这个我们的智慧照它是空的，我认为照智慧照受想行识哪样是真的呢？每一运行运是不停的运动，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心脏每个部位的机能它不能停止啊。来我们睡眠时候它也在运动啊，停止就是就叫死亡，他停下来不运动了，他们不就死亡了？咱们这位受想行识要不运动了，那停下来就叫死亡了。他是不停歇的运动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生灭法，不是不生灭法。那你观这叫照见五蕴皆空，那照你就是你用智慧来分析一下。智慧照啊，可不是识。我说识你那个分别呢，要有贪着。智慧照不起分别，没有贪着的。观自在菩萨修成了，他能在一切法上自在，
所以他的五蕴看见是空的，这样子他一切苦难都没有了。咱如果那么就是做也没得苦难，一部心经字不多，你能把它用得上，你什么业都忏了，什么智慧也能开了。我这是观自在、观世音、观自在修行的方法。那为什么到法华经不叫观自在了？那不是自修了，那利他了，那叫观世音。世间有什么音声？闻声而去救度，听到什么声音啊？众生求他了，他去度，那个就叫观世音。说菩萨的作用入世，那么每位道友，你的心也入世。一个是理，一个是事。所以我说观自在菩萨就这么一句话，我刚才给大家解释的观自在跟观世音是两回事儿，不是一个人吗？千百亿化身，观自在是自己修，修的自己能在法自在，在一切法上能够自在无奈。观世音不是了，救苦救难呢，没说救苦救难观自在，很少这样说，救苦救难观世音，这是大家通俗的语言。因为他听见众生的苦难音声，所以你念观世音效果非常大。对，为什么呢？他闻见你的声音，他就来救度你。为什么我遇着现在呢说家家观世音，就是念那个他的，请他来救护我们，就这个含义。印经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